知道自己的也是他的。那我你画谁的？没有，就是你得画我们俩的。不然你知道自己的也是他的。我画了一个，我画一个这，啊，还有一个方子。看一下，我知道。好了。范丞丞，我们俩真的，我也是大字型的，就是范丞丞。范丞，你确定的？你好好的画。我看到了。这真吗？还在笑？为什么正廷？咱就朱正廷睡觉的时候，你妈叫他，就是也没有啥表情，就尴尬的微笑。但扎起睡觉，什么叫尴尬的微笑？就睁着眼睛。就这个，我知道。他也是睁着眼，他你也是睁着，他是睁着一只眼睛，他真的就这样子，然后他会有些时候也会不要，他就狗。对，哦，我是 Justin 是抱着被子睡，对，我是抱着被子，他是抱着被子睡的。Oh my god！ 这要写还是画？画。怎么画？我画出来的一定不是我理想型的，对我也想说，我画出来一定不是我理想型的。按照你们自己的画。不行！啊，一说话理想型要认真一点。我画一个大叔出来。这是什么？白皮肤，然后怎么这么畸形？长头发，然后我这画的真的好像大叔。大眼睛，然后高鼻子，然后挺好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脸这么大？没有，就我你看这个纸，这个这么大，这个比例肯定要对。对，理想型吗？我觉得理想型是就是变化挺大的。就是我可能给不了别人想法。皇上也是有这个想法，三个人一起展示一下。OK。最不想尝试的。对，我曾经有一段黑色的历史。我们学校他就是初中嘛，初中他可能管得比较严，他不让留长头发，就是他整个小寸头。那我当时觉得是最悲惨的一段时光。爆炸！这还偷的菜。你看，为什么我画了这么多节子？因为是五颜六色的那种爆炸头。你是小丑吗？五颜六色的。我是想留。我跟他差不多，我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反正我也忘了。反正当时我剃了个寸头，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发了一个誓，我这辈子都不要再剃寸头。